你为了杀黎安门主，连自己女儿的性命都不要，简直就是人面兽心！这是你逼我的，我必须找到他，我要让他死在我面前。你作恶多端，其心昭昭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好啊，那他就得死，我让陆青青死在你面前，我看你说不说。你忘了他刚刚怎么救你？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 我今天就让你们死个明白！我收养他不过是为了灵力石，你们非要拦着我的路，那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。爹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少废话！且慢，我不知道黎安门主在哪，但有件东西你一定很想要。什么？那密诏早在我手里了。父王的密诏上。 有他灵力加持的印章，陆云熙的那个是假的。不要！别跟我耍花样，南宫一心，你会为了陆青青放弃密诏？对我来说，青青比王位重要。不然我立刻杀了他。 你为了找到黎安门主，不惜拿女儿的性命做仇，丝毫不顾及多年的父女之情，真是令人心寒。这么多年，你在飞灵谷滥杀无辜，作恶多端，罪孽深重，而南宫却善待那里的百姓，还多次为救我受重伤。但凡我还有一点点良知，我都能够分辨出是非善恶。这次。 就当做我还了你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